这些左手香有纤维雕过，所以看起来有点皱皱的。好，现在油温慢慢在升高当中，小小的火。慢慢炸，这个左手香膏的数量，左手香的叶子200公克，初榨橄榄油1:1，所以也是200公克。那现在整个的量并不多，那目前是刚榨到。就是把所有的叶子全部都吃到油里面，小火慢炸，看一下那个火力哈，非常非常的小，小小火，冒小泡泡，那还要用筷子稍微搅动一下。现在的左手香。大约炸了30分钟，和刚才的状态些许不同，有些叶子已经比较偏硬，比较偏干，还要再炸一下。目前这个状况大概是炸了40分钟左右。用夹就夹起来看，有些比较深的部分都脆脆的，那还有一些比较浅的颜色是昨天刚摘下来，没有萎凋，所以可能要等他们，再等他们把他们的颜色也炸得干干脆脆的，就可以停火，火力没有变。依旧是小火慢炸。好，现在这个状态是炸了4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已经没有什么冒泡，而且如果去摸一下的话，就是用筷子去翻动一下，就发现碰一下它很容易就碎掉，表示说它已经炸得蛮干的了。那我打算要熄火，看一下那个火力还是跟之前一样。好，那个油几乎都非常的没有什么动。火力依旧。所以我准备要熄火了，因为它也没有再冒泡泡，表示它已经榨取的差不多了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好，我准备一个漏勺，还有另外一个小的不锈钢雪平锅，准备把这一些油跟残渣过滤到刚才的这个里面。好，做一个过滤，把油留下来。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那个蜂蜡的比例，左手香是200克，那蜂蜡是10:3，也就是200克的左手香除以10等于20克，20克比3，所以要乘以3等于60克，所以我的蜂蜡要用60克。
哦，准备了乳香，还有天竺葵两种精油，准备滴入这个萃取的左手香橄榄油里面。大概滴的数量，我大概滴个6、7滴吧。这个是乳香，好，那就先滴这样子，等它再降一下温，就放蜂蜡进去。刚才趁热就把它放在罐子里面，那有一些滴到那个砧板外面，然后这是最后一瓶，最后一个已经有一点点温度，有点低，所以看到那个一颗一颗的，很像蜂蜡。好，将近1个钟头的时间把它完成。